感叹人生迷乱执着啊，信心不深，道心难坚，诸法不明，众多碍法。啊，确实人生啊，真苦叹的人生。人生本来是短暂嘛，却是偏偏的人该执为永恒，所以一直就是把世间一切啊，就是爱贪无止境，名利地位等等，复制着无明性，利我之间，无听到过去呢是至亲至爱，却是呢今生啊反目成仇。这在佛典佛的经典中啊，时时佛陀说因果啊，但譬如莫非呢，就是要予咱了解人生，毋是干那今生出世，也阁有过去的以前，无量劫的时间，以前的众生。正式常常提起了佛陀自己呢，也是这样说啊，有长久的时间历来呢，他也是经过了六道，不过每一道去啊，都有发心的机会。咱会记得第六道啊，有看到修行苦的人苦不堪嘛，烧红的火车，整台车拢是火，铁的火的车，下人伫迄个所在拖煞啊，苦不堪嘛，伊愿意挺身而出，向地狱中管理的一个鬼王讲啊，我来替伊拖车。鬼王讲，你家己的业吧，都已经遮重啦，你哪有法度去搁再向别人分担别人的苦呢？就讲，我未忍心看到遐老的人，柜台的烧红的火车，规身躯拢总是焦烂去啦，啊，搁都爱拖，看到无忍心嘛，我愿意来替伊拖，替伊扫。真的，鬼王认为家己自身难过，哪有可能？所以一怒之下，一棍打死。其实这段的经文啊，只是伊发一念心，所以这份予人一棍打死呢，安尼脱离了地狱啦，佛陀也嘛捌对了畜生道啊，六王经，或者是上王经内底呢，嘛是过去佛的前生前世。所以讲起来，人生啊，伫这个六道，虽然所造作善恶业，那带着这个善恶业到每一道去，
但是呢，咱这念的善念，你任何一道啦，只要善念一起呀，迄个恶道的业就会当提早消，就是亲像在佛陀迄个阿含经内底，阿佛陀呢向着伊的弟子啊，就讲。各位弟子，修行啊，要把握在当下。大家人要时时提起，无相关性命是永恒，生命是无常。这个性命在六道中啊，轮回不息，由不得自己来来。回回，这都是唔捌道理，所以咱现在捌了道理，爱了解生命长远，活着的是会当听闻佛法啦，所以爱好好用心。过去啊，已经是一所一劫。无法度好去了解的时间，在这个大地上啊，来来回回，每一个所在，无定着是你出生的地方，每一个地方无定着是死的所在，是啊。不管是山河大地、东西南北啦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地方，其实呢，可能拢是咱出生的地方，也可能呢是咱往生的所在。这呢，表示咱的生命的长远，好，伫这个。地面上啊，不断地咧轮转啊，六道轮回不息啊，所以咱大家人爱赶紧用心去体会人生道理，道理咱也会了解啦，自然呢，咱就袂讲多为咱都唔知，所以咱必定呢爱信经。爱深，爱长，啊！咱啊，信根不深啦，那道心都难得坚固。所以，咱的道心那无坚固啦，所有的法啊，咱都无法度明辨咯。所以，法未明辨啊，那都是会障碍咱的道。佛陀不断告诫，吼、哦，这个世间，你那是一迷茫一落来啦，开始呢一念无明啊，敢那一念欲心无明不断复制，那么遮盖了咱出这个火体的门入智慧的心门来，安尼呢，咱都两个门。排出也无法度入，这就是障碍啦。所以咱必定呢，爱及时呀，把握时间，爱体解大道，同时呢，也都爱发无上心嘛。安尼呢，咱才有法度了解诸法吼。才更会当体会过去的过去和未来的方向。咱若唔知影过去啦，咱就无法度了解未来的方向吼。所以正面的文呐，佛陀就是啊，我当为说不为之事，因为过去已经呢。用种种方法来教育，也可是未当真
透彻了解，但是时间过急啦，开始呢，都爱用部位，爱说部位的代志。亲像最近点啊，甲大家讲过去，四大不掉，人祸不断，这拢总是伫这个三界中呢，伫这个五浊的内底不断产生起来，使得呢人生啊危机四伏，重重陷阱啊。这就是咱来提高境界的时阵，所以要赶紧意识这处啦，因为这个处伫咧烧啦，三界这个中间，无能为火之所伤害，家己要赶紧出，也人无呢，会好火烧着。下面一段文再阁讲吼。作事念意，如所思为机构自主，逆定速出啦！大家人爱赶紧出来啊，唔通搁伫迄个所在。尽管呢，祝福啊，啊用尽顾及的口气，赶紧紧出来哦，内底会开始咯。虽然安尼部位的代志一直讲啊，确实呢还是如如不动，所以作事思维开始呀、啊。那搁在向囝安尼讲哦，拟定速出，赶紧出来啦，抚随灵敏呐，善言有如日出之顶。咬着嘻嘻，不敬信修，不敬不畏，了无出心。啊，一段文啊，这囡仔真皮吼，真未晓要听，老爸会担忧，老爸会烦恼，还用真切的心、恳切的心啊。何患啊，囡仔还是无法度及时离开啊，还是爱搁在动作，搁在爱搁安尼想吼，还在搁在思维，这项方法无法度呼吁大家人出来，要安怎再来，再搁在想办法咯吼，所以。如所思维，开始呢，也搁再搁甲囝安尼讲哦。中者悲念，这是中者这位祖父的悲念嘛？啊，说生死簿位，讲了真多真多生死簿位啊！每一个地方都是咱所生所死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捌做过了咱的父母。每一个人都捌做过了咱的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呢都捌是伤杀过咱的人，咱也捌伤杀了人的人，这种呢彼此恩恩怨怨呐，迄种呢爱恨情仇，彼此中间呢拢有安尼过，都亲像。舞台顶啊，会演完同款。
爱恨情仇，安尼伫咧缠绵不休，互相呢生生世世都是安尼，一出戏是安尼演。现在是大家这么好，下一出戏呢是你甲我的中间，互相呢相杀成分呐，这种真多的人生互相彼此所感触的，这拢总无共。所以啊，伫这个长远的生死中呐，咱何为因，何为受啊？何况讲呢？这个时间关节嘛，但六道轮回，所以真恐怖啦！这个世间到底有啥物是咱永远的拢总无？所以啊，中者呢用种种方法说生死不为之事，即用种种方法催促大家人呢，还赶紧出来吼，用种种的方法来给诱引来披露啊。这呢，就譬如佛陀初成佛的时，迄个心境啊，家己了解啊，觉悟的境界是安尼。希望人人呢，都会当同我成佛，希望人人会当觉悟啊。但是众生啊，根基太紊乱啦。也嘛是根基真小啊，要安怎样会当接受这个大患呢？不得不妙看啊，用种种、是种种方便、宽教呢，来适应众生的根基。虽然啊，是用方便宽教，却也是呢。蕴含着迄个大乘真实的法，大乘真实呢，那就是要甲大家人讲，人人可成佛，人人本具佛性，真呢直至人心见性。不过咱人啊，就是啊，烦恼真多，这个。根基紊乱啊，也阁真顽固，烦恼呢也阁无法度呢，安尼一个都来接受，所以啊，这是真无法度、真无奈的代志吼。好有听到啊，无大企业家，好事业做足大呀，世界排名啊，顶顶啊。但是呢，其实伊后面是排一大堆的债务，是国债啊，的债务啊，唔是算亿哦，是几十兆，遐尼正多的债务，要安怎行呢？无去想遮个，一直感觉伊也阁会当去。开拓啦，那就是以迄念欲心嘛，即应无穷尽呐。其实所有的呢，占了全球国际的地位，到头来还唔是空呢？所以空无常、无我的道理，伊无了解啦，所以伊。也阁未晓惊哦，
不敬不薄啊，真呢，血已经逼到身躯来了吼，也个呢唔知呀，所以啊，这是佛陀爱披露，予大家人了解呀、啊。道理呢，修行因行要常乐我净，但是凡夫啊，以为常那是所有啦，占有天下一切名利地位，以为常。但是呢，咱修行者爱知影有啊有常。这是因行，生命是因行啊！下初心各有内心啊，最清净常因行的名叫做慧命。那慧命呢，是清净无染着，是咱如来本性。如来本性呢，是因行啊。生生世世，咱都是带着这个形象本具的性而来。每一个人内心的真如，这个理是清净，是因行啊。修行者的常乐我净，那就是寂静清净的。境界，但是凡夫呢，这种的常乐我净颠倒过来呢，那这种无常为常哦，这是凡夫的境界啊。所以呢，造作真罪业吼，佛陀的譬如啦，到底呢众生会了解无？所以啊，这个。初发心，咱的初发心啊，佛陀嘛是将一念初发心起啊，发心如初成佛有余。因为呢，咱原来人人本具佛性，只是呢，咱无明惹界，使咱的心啊充满烦恼。既然咱发心，就是要弃除烦恼啊！咱要修行，就是爱终一切法，爱修一切善呐、啊。用阿弥呢，修一切善，生生世世，哪怕是六道中啊，咱也都同款，爱有这念心，行救呢，隆重爱有这念。咱的生活要脱离三界，离开烦恼，吼，那一旦安尼，这才有法度离开这三界，吼。所以啊，要赶紧啦，众生要即次菩提，赶紧把握时间啊，这个角度就是菩提啦，咱要好好呢接受这个。多智慧吼。所以因为安尼啦，各自主啊，赶紧甲大家讲。逆定速出啦，要赶紧紧出来哦！这都是这段文吼，咱要把握咱这念初发心，就亲像拄只讲，哪怕是地狱道，家己伫咧受苦难，看到别人受苦，伊嘛讲，我来代替伊这念心，这呢，这是善良的心，这呢。叫做佛的心，这是真如本性啦、啊。终一切法，起一切善，吼、哦。那安尼呢，才会当头赶紧得到菩提。
安尼才会当通离开这种火已经逼近来的地方啦。下面再落来讲啊，自主顶啊，熬着嘻嘻，不轻信受不惊，不畏了无出心嘛，无想要出去啦。啊，这个乱着的这种呢，世间名利地位的内底，真正是真苦不堪嘛吼。那所以呢，佛陀啊无奈哦，所以用佛书以大乘因行之门示之。用大乘的门，恁原来是会当生活啦，众生啊，爱赶紧啦，回顾你家己，家己的本性呢，有如来真如本性伫咧，就是众生啊，用慢慢讲诶，也是唔惊呢，那用赶紧呢。直至人心见性呢，啊，众生啊，是不是会当及时起迄个信心呢？这啊，众生未能起信呐，就无有起行。众生啊，信心呐未起啦，自然呐，伊就未要精进吼，所以必定呢。爱有信心，这点信心啊，爱深，爱真深的信心哦，所以才会当赶紧起行，离开这个灰体哦，三界的灰体。所以人人呢，上重要的啊，一点初心，启动了咱的初心，咱就开始呢，终一切法。持一切善，那会当安尼啦。人间为善，造福，那结善缘，这都是最近呢，一直甲大家人讲的话。安尼，咱迄个障的门才会当拍开，无有甲咱障碍，咱才会当哦直通呢，诸法实相的境地。啊，所以人人。爱时时多用心啊。